烤鸭我 OK 的，看饿了都，有没有美食的感觉？我这是啥，蟹黄豆腐吗？待会儿看一下我的名字在哪道菜里面出来哈。好，我是在海鲜粥这儿出来的，路虎海鲜粥。我真的想再看一遍，我再看一遍，因为这么好听的歌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初次见面的名场面来了。嘿，嚯，嗯，腻歪，这还没谈恋爱呢，这个眼神就已经有了。这个女子的背影前世是不是见过？所以说网恋这个词儿从那个时候就有了，是吗？就看上辈子你坐轿，这辈子就在人家坐轿，上辈子你对人爱答不理，这辈子你就得在后边溜溜达达。哎呦哎呦，这慢动作跑得多幸福。哎呦，还偷看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小鹿乱撞，哎呀哎呀，他会不会从我背后经过？丢手绢，这不是在幼儿园干的事，在这儿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放在这儿就不一样了。丢手绢，太会了，真的，朱老师抬眼那一下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有一种前世今生的感觉。哇，又下雪了！殿下，上市局的人来了。我看到下雪就特别亲切。哟，殿下，奴婢现在就去请。哎呦哎呦，张望张望，走吧。看给人姑娘冻的，宫女就不会给发个棉袄吗？给人穿这么少。哎呦喂，行啊，朱老师这辈子知道疼人了，上辈子可不知道啊。殿下。殿下。让你等你就等。让你等你就等。你不会说话吗？哎呦喂，呜。他活活冻死，他让我心生愧疚。哎呦，我告诉你。这都啥词儿啊！哎呦，我也不会心疼。哎呦呦，我也不会心疼。哎呦，我也不会心疼，给人吹手。我得再看这边。你不会说话？你是傻瓜吗？你是不是要活活冻死？对呀。好让我心生愧疚。嗯。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。纵使你冻死。冻死了。我也不会心疼。嗯，净说谎话。哎呦，还帮人吹。哎呦，朱老师这辈子行。我在这个 QQ 音乐，我还留了句言，我说如果那些年我曾让你意难平，那么这一次让我还你一些甜吧。殿下。其实上一次还是让很多人就是堵在心里面堵了很久了，堵这么多年终于通了，不通则痛嘛。这次让朱老师帮大家疏通一下，知道疼人了，可以，这辈子。看上食的时候必须得点个外卖一块吃，你不然的话你整个人会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才能够成为一名好的豪主，我朝就是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。我朝至今也是有这样的胸襟跟气，想学习随时来啊！要学就大大方方站到这儿学。什么叫高级的蛋炒饭？饭要粒粒分开，还要沾着蛋，这个就叫高级的蛋炒饭。真的，这个上食看起来太饿了。虾身是用鸡蛋皮、鲜藕蓉、山药泥，虾尾则是胡萝卜。能帮我点一个？外卖吧，我得配着饭吃，单看太难受了。虾身的花纹是由切成丝的蛋皮，还有黑白芝麻仁制作的，最后分别调料，油炸摆盘。你快别说了，好精巧的心思，越说越好吃。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半个胡萝卜都这么好吃的？我现在连看打生鸡蛋都饿了，我怎么了？结束了，哎，你们谁会员号借我？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后边那两集，就结束了。这个，哎呦，那我把前面那几集再看一遍。